人力房车徒步青藏线，昨晚上的大雨让我的被子还有我的垫子全部湿透了。现在中午准备做饭，然后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，还好出太阳了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湿成这样子，特别是我的垫子的里外都全湿了，还以为我尿床在车上嘞，就前前后后全部湿了。正准备做饭的时候，遇到了陕西过来的大哥。今天不是封路吗？然后他们绕了另外一个县城过来的，然后遇见了嘛，就请他们吃个午饭。刚好我的菜挺多的，准备蒸点米饭。这是我昨天买的新鲜牛肉，腌了一下。然后这是买的牛排，全部煮出来了。然后还有很多菜，就请他们吃一个午饭吧。你那牛肉什么时候买的？臭了，不要了。牛肉臭了。不要吃这个。问他们吧。你的牛肉已经臭了。臭了。咱们那天买。洗一下吧，洗一下可以臭吗？不要，我这有新鲜肉，不吃不吃。我买四个倒多了一点了。昨天炖的牛肉汤，然后加了点冬瓜、青菜，还有牛肉进去。看我的速度够快吧，炒了个牦牛肉，炒这个苔花，然后牦牛肉汤煮了个青菜，还炒个白菜，然后蒸的米饭。哇，又要吃大米饭了，开动了。你们有筷子吗？有。那开始吃饭吧。吃饭了。那个大哥教他一下。好，王老师，不知道熟没有哈，尝一下这米饭熟没有。可以了，熟了，可以吃了。来吧。哎呦，已经开吃了，开始吃了，可以。那你放上咬。有多大？我觉得。是吧？可以。这汤等下喝掉。牦牛肉汤。没事，一会儿吃完了，把倒热拔一下，就剩了。米饭实在太好吃了，是吃了两碗。嗯，然后今日最佳的话是这碗汤，毕竟炖了两个小时的牦牛肉汤。然后现在是要准备收拾了，但是这些菜没有吃完怎么办呢？留着晚上吃吧。那时间一洗的话，会浪费水，但是不要洗，自己洗它要洗干净。吃好饭，准备出发了。好家伙，吹逆风了。不过中午那杆太阳真是太棒了，看天空变了，加油吧。